收一点，啊，收起来之后，啊，先这样收起来，然后等一下，然后拉那边拉嘛，这样顺着放，明白没有？收起来啊，前面要一直收到前面去嘛。对，这个你也要收，你收完一条一条，然后放在那里，再收第二条嘛。哎，你那个卡住了不行哦。要顺着放，等一下，放，不要搅起来哦。要像我们这样收在手里，兄弟，交代。